跑步机的运动伤害事实上蛮常见的，所以说我们要非常的注意。你在跑步的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扶手扶着，但是慢慢的你的扶手要放掉，腰背要打直，然后按照正常的步伐去跑步，不要一直抓着扶手，这个姿势不良容易造成下背疼痛。这个是个运动的安全装置，要绑在身上，万一你跌倒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的关机。